哎呦，我这打的，哇，这不他吗？哎，来杀手，来杀手，杀手，杀手，你谁呀？啊？你谁呀？我的男朋友。挺快呀，行啊，明天最后一天，不还钱，连你带狗全给我滚啊！哎，你妈说谁狗呢？你租的房子是我前男友的，他把我甩了，我也破产了。哎呦，你分不分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我一万块钱房租钱，赶紧退给我。垮了！垮了！我操！我骗你是我不好，你个大男人跟我计较什么？我已经道歉了，我跟你说话，你给点回应好吗？哎呀，行了。我求你别跟着我了，行吗？你欠我那一万块钱房租钱啥时候退给我呀？你不是不让我跟着你吗？我怎么开玩笑呢？我刚才，然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吗？我跟我说你。草莓味儿。饿了？你有钱吗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那我一会儿上班养你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那我一会儿上班养你。你这能行吗？行行行，你就听我的吧。哎呦，来人了，来人。哎呀，哎呀。挺好的女的，怎么跟你这么个玩意儿？别瞎。哎。我可不跟你搁这整了。哎呀，我小美女，长得真漂亮啊！你有对象吗？嗯，我有点想法。你有房吗？不是这么现实吗？怎么上来就要房子？没有房子不能结婚呢？男人都是雄性动物，你们的职责就是建房子。你不搭窝，我带下哪了？出门了，我告诉你一声。哎，啊？8:30之前必须到家。什么？8:30？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8:30，外边天都黑了，我敢回来吗？我自己。再说了。8:30，楼下吧臭豆腐小车都回家了，我怎么给你买好吃的回来呀？6:00，我必须到家到位，听着没？晒的。挑战当街叫女友吗？不是你儿子这么大了，你结婚挺早吗？妈，我等你啥时候是你不能不认我呀，妈。不想欠揍。妈，爸爸走得早，你答应我给我买衣服的。买买买。妈，妈，别再笑了。妈，你慢点走啊，妈，我跟不上你了。妈，老婆。叫相亲对象老婆看看她什么反应。你好什么？喊你小仙女啊。哦，听错。那你刚才听了什么了？听说你喊我老婆。你是不是就想让我喊你老婆呀？那我以后就喊你老婆了啊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。刘心怡。挑战让女朋友体验社会性尴尬。那来了。我这不接你下班来了吗？我给你买了。走回家。哎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老公知道会不会生气呀？啊，先生你好，您的奶茶。好，谢谢。下次别找我吃喝奶茶，被你老婆知道可怎么办呢？滚！那个，你说的是我哪个老婆呀？我这么多老婆。不是兄弟，我开玩笑呢，我开玩笑，我闹着玩呢。我问你，你有几个老婆？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让女朋友体验社会性尴尬。阿姨，你还有什么？阿姨，我不想再努力了。你不是你什么意思？阿姨，你开出的条件我全部都能接受。阿姨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愿意，阿姨。你把嘴给我闭上。我愿意，阿姨。让你的女朋友体验社会性尴尬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过来杯芋泥波波奶茶。好的。你干啥？我要吃口香肠，我自己还不如
不是你咋这么小气呀、啊？你要再对我这样，我就把你跟我出来的事儿，我告诉你老公。啊、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啊？你是不是有大病？啊，其实我想给你唱首歌啊。对面的山坡上有头牛，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， 母牛对公牛说你修不修？称呼女朋友为朋友，看她的反应。哎呀妈！啊，我知道我能好好上班，嗯，哎呀，我能照顾好我自己。啊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我在外边呢，跟我朋友。嗯。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不是，咋了，刘心怡？刘心怡。你说我是你朋友。啊，那咋了？我是你女朋友啊。不是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是你女朋友。妈，你听到了吧？哎，宝宝，你去帮我要点纸呗。当我突然跟女朋友客气，谢谢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啊，咋的了？不是咋的了，干嘛呀？啊？哎呀哎呀，不是，行了，那我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重来了，宝宝，你去帮我整点纸。去吧，滚吧，没你事了。不是，我问。当我用吵架的语气夸女朋友。啊、我真是受够了。Hello, motherfucking, what's my name? 你为什么这么好看？眼睛像星星，身材还这么好，静静，你还让别人活吗？啊！接着奏乐，给我按腿来。长这么好看。挑战故意坐在女朋友闺蜜身边。来了，来，坐我这儿。不是，你坐那边干啥呀？来我这边坐呀。不是你之前跟我说吃饭，咱俩要面对面坐吗？啊？那我坐对面去吧。你喝点啥呀？咖啡。那瑶喝点啥呀？奶茶。行，那我也喝奶茶。给我换一杯抹茶拿铁吧。行，那我也给你换一样的啊。来来，你看我来。你总是这样发小孩子脾气，你这样谁受得了你啊？挑战在女朋友生气的时候叫她姐姐。哎呀，姐姐，对不起嘛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，姐姐。真的是。哎，姐姐，你饿不饿呀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，好不好，姐姐？跟你说的，你一定要改啊！啊，我一定改，我一定改。下次不许这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姐姐。姐姐，姐姐。